画面面的饼干，你很喜欢吃。还有一个是模范生点心饼。哎，一还没有吃完，不要咬哦，这个里面会掉出来。啊，你看，里面是不是还有？等一下倒到面面里面去吃吧。我倒里面去吃哦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没有煮过。我没有吃啊。这样子脆脆的口感啊。脆脆的口感。要倒下去一起吃。不行。不行，因为妈妈说。这个是什么做的？面面做的。哇，很香吧？嗯。啊。可是吃泡面没有营养。你要我喂你吗？要。吃泡面没有营养，那你怎么办？那就不要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爸爸帮你吃。结果你还是要吃啊！不要太常吃啊。哦，偶尔吃就好。哦，平常时也要吃饭饭，吃肉肉，还要吃菜，才可以长高。跟你一样高。对，跟你一样高。跟你一样高。对呀、啊，跟爸爸一样高哈、哦，要跟大树一样高。嗯。哦，然后可以当，我想成为太空人。火箭是很小的，坐不起来了。大树是在外面。真正的火箭很大很大的哦。嗯。